接秀三分球。哇，太强了吧。一个快下运球，我们要切入。大家好，我是疯狂理查。没有错，看到这个场景、这个声音、这个开场，就知道今天又是要跟学生决斗的日子啊！暑伏这么闷，当然要找学生打个球啊！啊，今天我们要决斗的对象不是我们，是我。今天我要决斗的对象呢，是高二二年级的。他好像他说，哦，他是篮球队的，然后他说。他为了跟我决斗单挑，还特地去瘦身，瘦了7公斤。哇，7公斤哎，一团肉哎！我觉得他应该蛮强的，而且呢，他一直在留言下面不断的要找我单挑，想必是有备而来，志在必得。好，看来我今天可能要吞下败绩了。其实很不想跟高中部的打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不能不认真啊，不认真就会输。然后太认真又觉得好像有点无聊，对不对？虽然那个网友们都一直说，我最近在 D 卡看到一个文章，看到我快笑死。他把篮球 YouTuber 分成好几个等级啦。总而言之，我就是在 D 级还是 C 级，就是最低等级的机车欸，干嘛这么现实，这么狠？大家可以去找那篇文章来看。好，那我今天这场球呢，希望可以让我从第一变成D加加，好不好？不要把我排得这么弱嘛。好歹我曾经也拿过什么社会组3打3冠军之类的啊，没有在好小。下次贴那个照片出来。好，球场到了，我们去看吧。Let's go。哇塞，这时候太壮了吧！这怎么打、啊？快点啦！你们是不是在打躲避球？打，你先打躲避球啊！想上 YouTuber 的机会就趁现在，好不好？他一直跟我下暂停，老师，赶快，好不好？我打，我打，怎么一个比一个壮？来，现在打，我两个人、我只能打一个啦，不能啦！那我先去换衣服，好不好？好，进手。嗨，我多么希望跟我单挑的是你啊！没有，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。好啊，反问一下，好，你确定你会赢还是会输？当然会赢了！哎呦，像了像了像了！啊，如果你输了嘞，我输了就出篮球队。好，好！哎，他不是篮球队，他是篮球队吗？是啊。我都派这么强的，好，篮球队打什么位置？打后卫。控卫还是得？控卫。控卫哦，哇，几公分？180。几公斤？76。哇，标准。有没有听过台湾鬼手套？有有。笑什么笑？我看过。打4分好不好？好，6分我会磨烂。我6分只能打一个。好啊，来啦，开始了吧。我的球是，哇塞，他给我球哎、欸，受宠若惊。一辆老人了、啊，来4分啊。4分哦。现在比赛开始哦。紧张紧张。好，鬼手套，鬼手套。没了啦。哎呦，打到旁边，差一点。准备好就得来。直接秀三分球。哇！太强了吧！一个快下运球，我们要切入。一个中距离。哎，很强哎！现在是3-0吗？3-0啊，3-0啊！有点戏剧张力。摔倒一下，摔倒一下，改成打40分好了。你要效果，你要你效果，效果，效果。刚才刚被晃倒，快点晃倒，摔倒了，倒下来啊！哎呦，一个转身篮下勾进，好球，好球！让一点，让一点，不要太多。冠杰吗？冠杰你们都不知道。冠杰是冠杰，冠杰，我们有冠杰，我们班有冠杰。冠杰哒哒哒，我看过。什么是哒哒哒呢？顾名思义就是哒哒哒哒。来啊，你哒。
阿翔，一个假动作，晃了一下，要切没切？再一双距离，哎，好像是4-1啊，4-1了，4-1啊。这个太凶狠了啦，这一集不会播，不好意思哦。这太强了啦，这个不会剪进去了。这集可能等大学我再剪。会，说不定点阅率比。介绍一下。啊，介绍。篮球练多久了？球龄多少？现在还没看。小6。小六，有没有女朋友？有。有在哪边？好几个。现场有没有？现场没有。哎。很强哎、欸，真的很强哎、欸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个。程度如何？什么位置？打什么位置？小前。小前锋，先发吗？没有，我不是前发。不是先发。对。替补。对。OK， 联赛最高得分是多少？40。我不是说整场吗？没有啦。是几个人、啊？没有，我还没上场过。还没上场过。还没上场过，所以不强，不用紧张。卖 gay， 不用紧张。不会再受骗了，来。我的三分的啦，三分是运气啊！干嘛这样笑？三分外线，哎呦，好吧，五分，一样回到1-0。2-0啊！哎呦！这仗很累。休息一下。好累啊！喝个水。健康。不好意思啊。有没有？先回去。只有一人的体力而已。Go。HP， 你来了。感觉一个礼拜的运动量都已经消耗了。目标上面去。他在打圆球。3-1啊！放枪！明天退训，退队啊！如果退队了，退队啊！我输了，就不做身教组长了。好 ，Yes， 换我来做。你早就不想做，被发现。不错，认真哦。我觉得你打了3分钟，他打了11分钟了。哇，赢了啦！输了。访问一下。我在此宣布。宣布。不再当身教组长。请校长核准。哎、欸，受气用机怎么受的？就跟平常。就是练球就有认真对啊。不是啊，暑假没练球。
是啊，这是起价瘦的、哦。对啊，那我跟你说，我瘦八公斤哎、欸，就你之前跟他差不多。没有了。好了，到我做个结尾。我做个结尾。退追疯狂理查。好，再来。退订阅、退按赞、退分享，不要开启小铃铛。退订阅、退按赞、退分享，然后也不要开启小铃铛哦，不要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链接，一起来投稿吧。拜拜拜啊，好累哦，好累。哦，今天硬生生的吞了两场败仗。我收回刚才拿过社会组冠军那个狂妄的发言。其实我是。真的拿过社会组冠军，只不过是那一届的报参赛队伍有三队，一队受伤，一队弃权啊，没有啦。那个今天那个地位真的很强，强到我的整个身心灵都被他压制到一个无法发挥的地步啊。那第二个也有一定的水准，但是我身心已经受创了，无法力挽狂澜。打篮球真的很需要长相，哎、欸，不是，你们长最帅就赢成这样了。打篮球真的很需要心技体，就是你的体力一定要有，再来就是你的技巧，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情的平静，我们俗称叫做自信爆棚。像刚才那第一位自信爆棚，哇不得了，三分拔起来就进，那个我看怎么守都守不住。OK， 所以经过这一次的教训，我决定以后不再找高中部篮球队的单挑了。人生怎么可以这么气馁沮丧呢？我决定要开始减重。其实这一集我是故意输的啦，为了就是让自己有个减肥的借口。昨天还被我老婆嫌太胖，所以我现在的体重是上次量是89，那我拿冠军的时候是75、76，所以接下来的影片就要朝向减重这一块，大家期待吧，很快就会瘦到75公斤了。疯狂理查，不要不订阅，不要不按赞，不要不分享，不要不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哦，对了，下一集呢，我们要去看篮球队的选训，应该是非常好玩。就很好投变化球，你投一个看看。我不太会投变化球，你就用力转就好了。来投变化球，我只会投直球。好，那试秀一个。有手机的全部拿起来订阅、啊、我按检举，快点，检举。这个画面等一下拿给那个主教。哎、欸，我手机啊，抓到了，订阅就没事，是我的手机，对对对，就这个。